你带酒了吗？带了。好。你要喝酒啊？哎，喝点。你这是遇多大事儿啊？酒壮怂人胆嘛。这两瓶，我车里有两瓶，够壮吗？两瓶多了吧？我会醉的，你陪我喝。没问题，海鲜我给你好好整啊。你再打我一下。儿子，多吃点虾啊！爸今儿做的虾可好吃。姐夫，姐夫，嗯，你还好吧？我挺好的，我还能喝两口呢，多酒啊！哎呀，今儿这酒可好了啊！嗯，好好陪你喝点。行。哎，够了够了，两瓶呢，这喝完再动吧。够了够了，哎。贾浩文，你挺能舍命陪君子啊。这不吃海鲜喝白酒杀菌吗？姐，要不你也来点？你确定？就咱俩喝。来来来，哟，好香啊！你们吃什么呢？哎呦，云姐回来了，快来快来，做了好多好吃的，来。小姨小姨夫啊，回来啦。吃饭没？我吃过了，何璐家吃的。你没吃过？这小姨夫刚做的海鲜多好啊！再吃两口，来，你坐这儿。好，我给你拿碗筷。来，熊熊你来了，你有没有乱动我东西啊？没有。真的？快吃虾！吃虾！他们都走了。嗯。您跟贾浩文怎么回事啊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不敢瞒着你。我也不是生你的气，我是生我自己的气。你失业这么长时间，我都没发现。不，是我不想让你知道，才撒了个谎，然后就不停地圆这个谎。在工作上你已经很累了，在生活上我就不想再给你更多的压力。那你抱抱我呗。对不起。刚才我梦见我爸了。
跟他说我后悔了，我会当初没跟他学中医。要是学了中医，有了门技术，也不至于现在这么没用。你小心点儿。我什么水平，我自己心里清楚。你说的对，这些年静月你倒步了。不是，你是为了这个家，是我跟云阶拖累了你。其实这两天我也一直在想，如果当初你没跟我从北京离开的话，是不是现在会过得更好一点？没准都能当教授了吧？搞不好都科学家了呢。科学家的可能性不太大，我还是比较了解我自己的。我这个人啊，就是太被动。要不是这些年你在前面蹦跶着，我可能还混得没有现在好呢。我有你，有云间，心里很知足。其实我自己知道，这些年我光顾着我自己了。你也是，太惯着我，家里头大事儿小事儿的你都揽了。我这个老婆做的，也是没谁了。这叫什么话？你很棒，是吗？不就是事业心强了点吗？哎，但是咱们两个总要有一个人得照顾家吧？那倒是。说好听点叫牺牲，但说实话。我父母走得早，能把家里人照顾好，就是我最想做的事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？那你就没想过，要是不跟我在一块儿会是什么样吗？没有，我跟你在一起，心里特别踏实，就可以什么都不用想。那你跟梅一朵在一块的时候也踏实吗？谁？爸，你赶紧换衣服啊，出门了。哦，我……你爸今天不上班。对，又不上班啊？不上班。他去见客户，不去公司。对，见客户。爸，你这班上的也太轻松了吧，比我上学强多了。你觉得你爸轻松啊？早上给你做早餐，下午还得接你放学，轻松吗？那倒是。你好了没？好了，咱俩走了，我送你。啊，不用，我搭何洛的车去上学。咱家没车吗？还是你以后都不打算坐我的车了？我实在是不想听你个付费的人生课了。我先走了。付费人生课有那么难听？拜拜。啊，哎，我觉得很好，受益匪浅，甚至有的时候茅塞顿开啊，对吧？是。孩子还是小。哎，我说要不还是把我的事找个机会跟孩子说了吧。不用吧，你又不是一辈子失业。也是，刚好他走了，现在咱俩没啥事儿，算个账吧。算账？又算账？这不刚澄清过自己的清白吗？算经济账。每个月我们家里买菜做饭2000块钱。我每天在公司中午吃饭平均50块钱吧，一个月30天，这就1500左右。买咖啡大概400-500。400还是500？先写500吧。云阶上英语课、钢琴课，一个月3000，一年就是36000。不，现在工作都这么难找了吗？你都按年算了？保守点，按一年算啊。哦。车，还有车，一个月加油大概是500块钱，
洗车啊、保养啊，还有什么维修之类的，嗯，一个月怎么也得1000块钱。我觉得这方面我们可以省一点，但是有些钱咱省不了。每个月我们家里水电煤500，我们俩两台手机400，每周去爸妈那儿一次不能空着手，一个月也得400-500，合在一起1000多。一个月4周，2000。2000。哎呀，这还没算别的呢。咱们不能够买衣服，不能够买鞋，不能逛街，看电影不行了，吃饭也不行了。如果那样，不够了。池子，你那存款还有多少？2万多。哦，一会儿我把钱转给你，你先把这个月房贷交了。啊。早知道之前咱们就省点了。过去的事咱不提了，这样。我爸妈的那个钱可以省一些，然后咖啡我不喝了，午饭我也不吃了。哎，午饭不能省，午饭得吃啊！你的午饭以后我来做，自己做饭健康。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找到一些节流的好办法。为什么要去超市买东西？因为超市有特价，一条鱼早上是15块钱，但是下午4点半以后就是10块钱；一盒鸡蛋27块钱，但是超市有特定时间免费送的活动，只要你踩着点，这盒鸡蛋。不要钱就是我的了，你知道直播间吗？你知道福利品吗？你知道福袋吗？只要你够时间等，什么鸡啊、鸭、鱼啊、肉啊，你都可以要。秒杀。对，秒杀。你说的这些办法都很好，但是咱们不能只想着节流，还是要开源的。你去北京认识那个老总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他联系？我一会儿就打电话。哎。打铁还是要趁热的，要不然过几天人家都不记得你是谁了。对，这工作是梅一朵给你介绍的。求他找工作，不丢人。干嘛呀？你不说要补货吗？李林不行啊，怎么换国产的了？这我给买的好吧？国人同性之间没有爱，吃不吃？吃。哎，张总找你，有情况。蓝总被老板亲自弹走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就刚才，两个内容部要合并，抓住机会啊，你也该升职了。能加薪吗？你这级别我加不了，得老板亲自定。好好谈啊。张总，您找我啊？来坐。哎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内容部的蓝总啊，突然提出来他要离职。蓝总要走啊？已经在走流程了。我是这么想的啊，把内容一部二部合并，由你来负责，你看怎么样？内容部要是能打通的话，效率应该会更高的。那行，你去跟他交接一下，然后再给我拟一个合并方案，拿过来给我看啊。好。肯定完成任务。干嘛？你让我上吗？就是，这个内容中心成立的话，大家要怎么称呼我呢？内容总监啊 ，CCO。首席内容官啊，那薪资相当于副总了吧？哦，那是差不多。那我一会儿找 Rachel 谈。你找他谈什么呀？我谈薪资啊。他能管得了这个呀？这事儿你得跟我谈呢。那您觉得
我觉得我把房都卖了，你还不知道公司现在什么情况啊？哎呀，等我缓过来的啊，我再给你补齐喽。嗯，那我现在是你。这个你先拿着啊，回头我一定给你补齐。你又干嘛呀？内容总监的加薪。许梦安，你果然厉害呀，加薪都跟别人不一样。我干这么多年，头一次听说内容总监加薪是给购物卡的。你怎么跟他打的？快教教我！你别拿我打岔了，赶快去外边给我打听打听，内容总监到底一个月挣多少钱？这还用打听？不了解市场的动态，我怎么干这个总监？那我应该拿多少啊？这我不能告诉你，一是怕你伤心，二也得为老张着想。万一你知道了，不高兴了，撂挑子不干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我是不是傻？不，你是善良。你说这卡里有多少钱啊？一千？两千？你想多了，500。怎么可能呢？年终奖的时候发的不都是好几千好几千的吗？对呀，这事儿我办的呀，大额的都送没了，就剩500的了，这还是我给老张的。那你给了他多少？你干嘛呀？我就是想，要是每个月他都能给我一张的话也行。刘总，我是李林啊。简历您看了吗？对，梅一朵的同学，是是是。哦，你在出差啊？北京？我没在北京啊，我在春江啊。哦，好嘞好嘞，好好好，我下一次我到北京的时候我再拜访您，好吧？哎哎哎，好，打扰打扰打扰，哎，好好好。啊，哎，好好好好好，再见再见。哎呀，尴尬了。不清状况。特价蛋在哪儿呢？在那边，在那边。哎，好好好。给我来一盒。哎，特价鸡蛋啊，每人一盒。先给我，先给我。哎呦，哎呦，怎么了？看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不要急。哎，踩过脚了。哎，小伙子，给我来一盒。小伙子，麻烦给我抢一盒好不好？你要一盒，好好好，我先挤进去啊。喂，给我拿一盒。我是小赵。哎，你的简历很优秀。哎，不过呢，我们哎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实在不好意思啊。好。哦，好好好，谢谢。哎，我不好意思，我不好意思。哎，好。鸡蛋呢？没了，一下就没了。剩下都是原价蛋了，下回你早点来吧，哈。打个电话，鸡蛋没了。爸啊，你这是回去做啥菜啊？这不丝瓜吗？这不南瓜吗？炖在一起吗？
什么玩意儿没了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就鸡蛋，鸡蛋，这不有的是鸡蛋吗？怎么没了呢？对的，我也想了，对，家里还有鸡蛋呢，不买了，不买了，不买了，走吧。这很能好吃吗？太好吃了。爸，搁这儿坐。哎，你慢点吃，哎，你换这个来。这个冰棍好，那个糖分太高了，巧克力的。这个零糖、零脂肪，这个好，健康。干啥呀？在家，我媳妇儿管我，这出来了，姑爷还得管我呀。我这糖分高，太甜了。谁我不就应该甜蜜蜜吗？没事，让我吃吧，没事啊。行吧，那你慢点吃，凉了哈。嗯。你咋有时间逛超市了？啊，对，今天我这是那个，一会儿有个工作见个客户啊，没那么忙。刚才我在那挑丝瓜的时候，我一听那个超市的服务员说折扣鸡蛋来了，我一看这家伙，这帮大爷大娘们哗哗往那边跑啊，我寻思过去看看去吧。我这一抬头，我发现我前面，反正挺远的，还有个人，特别像你，个儿也像，胖瘦也像你，连头型都像。我就喊，我说丽丽，丽丽。我一开门就搭理我，后来我就想，那肯定不是你。你说你一个高级知识分子，一个白领，你怎么能跟这些大爷大妈去抢着打折的鸡蛋去呢？你说是不是？对，肯定不是你。哎，不是我，我认错人了。我正好我也看他们那么热闹，我也就过去瞅了一眼，一看哦，抢鸡蛋呢。你回头我一看，您不在我后面站着吗？对对对，我拿着丝瓜敲了你了。是，你单位工作忙吗？现在啊，忙，挺忙的，还搞设计呢。对，挺忙的。不是你再忙，你那不也不就是一支笔、一把尺、一个圆规、一张纸的事儿吗？有多忙啊？你多长时间没来找我下棋了？你看，你就是忙糊涂了。两个星期了，都两个星期了，可不呗。这爸的确最近是有点忙，是你说的没错，我那个那些工作还都在，现在就是那个领导吧，让我现在跟着他一起，也出去见见人，扩展扩展业务，走走市场什么。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嘛，所以领导给你加担子了啊，好事儿啊。嗯，那说明你还不单单能设计产品，可能还让你接触什么采购和销售的事儿吧。对，都熟悉熟悉。行，那你得珍惜这个机会。嗯，人不就是这样吗？多点本事，你多条路嘛。放心吧，爸。对，工作上的事儿，我心里有数。你别嫌我啰嗦，我就是叮嘱你几句。还有就是，咱俩这以后不下象棋了，又不上象棋了。我准备跟上时代，那下跟上节奏，军棋。军棋，我跟你说，谁现在下军棋？那孩子玩的东西。什么孩子玩的？这不是孩子玩的吗？现在那是哲学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、军事家玩的东西。你几岁玩的？我四岁就玩军棋了。我一岁半的时候，我爷爷就教我。哎呀，你别不服，我跟你说，我总结了出了一套方法。这几天啥方法？啪，第一排，我就赌你的左边和我赌你的右边，然后我下定决心以后，我第一排炸弹。你第一排炸弹？炸弹？谁告诉你的？哪个棋盆告诉你第一排能放炸弹？不是，这不对呀。我跟你说，李林。不，我60多了，我都不按规矩走。但是我按照什么走？不是，这不，你听我说，下个棋最起码有一个规则在那儿。你就是眼镜时间戴长了，你才40多岁，你怎么就这么固守很多东西呢？这不是你就不能去创新吗？只要你不犯规不犯法，哎，我觉得你怎么动都可以，对吧？你就行，你就把炸弹放地。对，我先告诉你，你怎么有的时候你这思想比爸还守旧呢？我没守旧，你啥都告诉我了，有什么好下的呢？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我怎么下呢？不，你现在到底是真忙啊，还是装忙，还是没事儿家闲着呢？忙啊，真的忙。
你看我这买菜一会儿我还得接着去见客户呢，哦，真忙。嗯，那就好。嗯，行啊。真忙就好。我最痛恨撒谎。你闯祸我都可以原谅，谁教的你撒谎呀？啊！哎，木心啊，怎么了？发这么大火？行了，消消气啊！来，婉婉、真真带弟弟啊去玩去吧。嗯。这怎么了？哎呀，消消气啊！别动了胎气，不好的。男孩子吧，调皮捣蛋，我可以理解，是吧？嗯、闯祸我也可以原谅，但他不能捉弄老师啊！他捉弄完之后还跟我撒谎。你说我气不气？先别生气了啊，咱们找找原因。啊，这熊熊呢，刚转过来，他没有几个朋友吧？他捉弄老师，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想用这种行为引起关注呢？我觉得呀，要让他尽快的融入这个环境，他才不会用这种异常的举动来刷存在感。而且你现在怀了二胎，有没有忽略熊熊的感受呢？你们现在刚搬过来，你可能很有新鲜感，但是熊熊呢，他没有安全感。你现在尤其怀了二胎，对老大就更应该关注一点。这心理学上是有先例的啊，很多敏感的孩子得知妈妈怀二胎以后会有一些异常的举动，我觉得你应该仔细观察一下。其实自从搬到这个小区之后，别说熊熊没有安全感，我也不适应。就是嘛，我一搬来一看那些个妈妈，他们为了孩子真的太拼了，而且他们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小团队，油盐不进的。你说我怎么样才能加入那些妈妈群呢？很简单，用你的教育资源跟他们交换一下就行了。我刚搬来，我哪儿来什么教育资源？你要是想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就婉婉真正的外教可以转给你们家熊熊呀。你跟浩子的妈妈分享一下，做个交换不就行了？这个好呀，那你转给我了，婉婉真真学什么？以前呢，我是觉得啊，把最好的教育、最好的生活给孩子才是对他们负责任。但是现在我觉得，就把自己的生活弄明白了、过好了，才对得住孩子。给！你要的橙汁。你怎么才回来？你猜我在超市里碰见谁了？谁呀？猜。哎呀，你老陈、老李、老王、老刘、老刘、老赵。老李，你大姑爷。啊？我一看到在那抢那个打折的鸡蛋呢。不是他不上班啊？我问他了，我说你咋没上班呢？他说他现在去跑市场去了，就是销售。朋友圈看的卖保险呢，你看，是不是改行了？老公，回来了。哦，你手机呢？茶几上呢，正在秒杀买菜呢。哎，别乱动啊，我秒杀呢。行啊，别乱动。你删了干嘛？你再多发两条这样的保险信息，全世界都知道你失业了，不能再发了，知道吗？不是你说了吗？拉下脸求人。我让你求的是能给你工作的人。买保险的不丢人，我那同事也买保险，还做得挺好。别人好不好我不知道，你肯定不好。你是靠嘴皮子赚钱的人吗？我让你联系的那些人，你联系了没有啊？啊，没回复吗？自己看吧。你这简历不行啊。什么不行？你看看我给你改的这个简历，你再看看你原来的。
难怪没人回复你呢，连自己都推销不出去，你还想去推销保险？你咋想的？这还是我吗？怎么不是啊？是我写的时候夸张了一点，但是这不重要啊，重要的是能够争取到面试的机会呀。也是哈，哎，这才是重点，对吧？对，那就通了。那我再投一轮，再投一轮。行。哎，关于咱们家财政赤字的事儿，我有个想法。你说。我听以前同事说，就是我现在这个情况啊，可以去原公司开个证明，证明我呢是被动辞职。这样我就可以领失业保险金，一个月2000，可以领2年，怎么样？不行。怎么不行？我现在这个情况你也看见了，工作不好找，2000块钱不少了。我什么时候有了工作，我就什么时候停。我说不行就不行。怎么还不行呢？我不希望你给自己打退堂鼓，我也不希望那个名单上面有你的名字。我回来了。哦，回来了。行，那我做饭。你喝什么呢？一会儿要吃饭了。奶茶，葫芦给我的。这个周末咱们去露营吧。徐女士，你最近很闲吗？怎么说话呢？我人生第一次不用和你的工作争宠，我都怀疑你是不是失业了。这不是换车的时候就说要去露营吗？都换了半年了也没去成，买的那些露营的东西还都一次没用呢。你去不去啊？不去我跟你爸去。那行吧。不是，你怎么一点都不兴奋啊？露营哎。还要我怎么兴奋呀？欢呼雀跃吗？耶、yeah, 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，去去去去去去，耶、yeah! ！See you on Tuesday. Yeah, see you. And don't forget about homework. Of course. Bye bye.熊熊妈妈，哎，浩泽妈妈，刚才那个外教是那个于太太家那外教吗？是啊，是婉珍姐介绍给我的。哎呦，于太太对你可真好，我听说那外教教的特别好。哎呦，我最近正在这头疼呢，我想给我家浩泽找一个外教，他这个口语吧就一直不太好，想给他纠正一下。你看这远亲不如近邻，你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下？可以是可以，可是吧，这个外教呀，他教的小朋友多了，我怕他分散精力。哎呦，我给忘了，我来找你还有个正事儿呢。这周末呀，我们有一个 party。你看你们不是刚搬到这儿来吗？还没参加过聚会呢，你带熊熊一起来玩呗。正好啊，这个 party 就当成是你们的欢迎 party， 怎么样？那行吧。那个外教的事儿，哎呀，远亲不如近邻嘛，我跟外教说说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我就说嘛，熊熊妈妈一定是个热心肠的人，周末一定来啊。好，我们等你啊。哎，谢谢你啊，拜拜。贾太太加入快乐妈妈群。写哪儿去了？哎，云杰说周末一起去露营，是吧？是，我搜了小半年了，一直没带他去，总是不能让他失望，带他去一趟。为什么？
我想把车卖了。买车？哦，那你上班怎么办？上班？打车？坐地铁啊？公交？咱俩原来不还骑过自行车了吗？那云间呢？那要不买个小电驴，你带着他，反正离学校又不远，也不堵车。是个办法啊，可是咱们这车才买了半年不到，现在卖了得收一半的价钱呢。我也挺肉疼的，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嘛，总不能坐吃山空吧。我今天去二手车网站看了一圈，要是卖得好的话，怎么也能顶个五六个月房贷呢。我给你十个月的时间，十个月你还找不着工作吗？而且你看，这咱俩算的，那这车油钱、保养什么的，加上洗车，一个月也1000多呢，这个钱也是可以省的呀。嗯，你觉得呢？再考虑考虑吧，毕竟把 SUV 换成小电驴，我怕云杰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带他去露个营，开心开心得了。下个礼拜吧，把家里的情况也跟他说一下，得让他做好思想准备，咱家得过一段苦日子去哪儿啊？这是，你帮我去看个房吧。你要买房啊？嗯，想住的离你近点。什么叫住的离我近点啊？你买房不是有经验吗？帮我做个参谋可以吧？参谋一下可以的。这个买房这事儿我是太有心得了啊！房子最关键的就是位置，位置还是位置啊！这陪你看个房子可以，但是这算公司福利啊，跟我个人没什么关系。好，那个哪个楼盘啊？快到了。谢了啊！张总，张总，张太太，非常感谢。再见啊！谢谢您。再见，再见。再见。婉珍姐，那些资料是我们销售部要用的，你抓紧时间放过去啊！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华兴的房子呀，他们老板我认识，啊，等回哥看上了，我约你们吃个饭，到时候给你打个折什么的，啊。哎，你说的公司福利真的假的？哎，刚才没喝酒，欢迎光临，哎，欢迎光临。婉珍，嗨。哎，
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婉珍，婉珍，你怎么在这儿、啊？没有销售吗？上班呢。上班上什么班啊？没看到我在工作吗？别打扰我。不是你听我解释一下啊。解释什么？这个，我帮你。你别动。您看一下。这里南北通透的户型太少了，改天咱们去别的楼盘看啊。谢了。哎呀，喂，您再看看。哎，看什么？我帮你拿。上班时间闲的了是吧？忙自己事儿去。你别看着。孙主任。啊。销售部的宣传册已经送过来了，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？没什么工作了，你没事可以下班了啊。谢谢。哎，婉珍。婉珍，你不是说你最近不舒服吗？你干嘛不在家歇着呀？你这出来孩子怎么办呢？这是我上班的地方，不要干扰我行不行？不是，这上什么班？你这不就跟着打杂吗？这能挣多少钱呀？试用期3500，转正5000。哎呀，别，咱家不缺这点钱行吗？咱俩很快就不是一家人了，我以后要适应这种上班族的日子。不是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你至于吗？是，我就今天陪个女同事过来看房子，但是不至于说你这就不会是一家人了吧？于海，其实我很早就想跟你说了，只是你最近总不回家，我没有机会跟你说。我今天正式的跟你聊一聊，我们离婚吧。千般般。